最近几天，新闻频道连续报道了河南信阳乡村教师李芳舍己救人的感人事迹。在生死时刻，为了救学生，李芳老师用身体挡住车辆，学生获救了，李芳老师却献出了生命。今天，李芳老师的追悼会在信阳市河区董家河镇举行，超过3000名社会各界人士到现场为李芳老师送行。临危护堵又再生，一段屈损即丧命，华夏学子含泪换，诗爱丰碑血染成。您爱学江台不过三尺，渔人一批批。你是我的学生，永远都给你。你是我的宝贝，心中的第一。你是我的宝贝，心中的第一。
中的